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 Colomon， 我哋继续爬呢个能量塔系咪？好，上次讲到我哋应该系解咗个颜色解码。OK， 个颜色解码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再玩，我都想玩，几得意。但我哋首先要解开呢一个唔知咩嚟嘅先，呢度系嘛？我摸摸我身上嘅精灵先。OK， 冇问题，我哋唔可以太鲁莽。有必要嘅时候咧，我都想 check 啲血量。另外咧，今集咧应该系再调整过嗰个 game 嘅大细，因为有啲画面咧上一几集咧开始又打回原形啊，所以我喺今集咧就会再改翻嘅。好，愤怒之极。如果唔系咧，大家平时咧基本上成日都会遮咗某部分嘅游戏画面啦，就会搞到唔系几好。OK。讲翻游戏嗰度先啦，其实呢只蟹咧，其实本身我系谂住去到沙滩度捉一只潜能强大嘅翻嚟嘅，不过咧我撞咗好耐都撞唔到嗰个劲嘅蟹，所以冇办法啦，我哋唯有用翻呢只一开头嘅蟹啦。OK， 呢个技能速闪唔知咩嚟啊？呢度要拉个 A 掣，这个掣是可以连去那边，那我怀疑哦，这里有一个的。 OK， 我还在想为什么这个没剧情。 OK， 这里这个能量塔其实都挺高的，我估不到它是要走那么久，我仲以为佢系嗰啲一小段路嘅一啲地图添，好昂贵，又系御三家。相信各位应该好少可会见到我依家，仲有一啲一啲叫做一啲战斗有啲麻烦嘅情况，因为依家我只蟹兽太强，我对面呢只系水系嚟嘅，呢只御三家水系。最后防小车是变化技，我哋用呢招水技。哦，水技 ，OK 冇事，我都用水技。哦，咩嚟噶？佢个特性击中一次，效果不怎么样。哇，效果不怎么样，打到我痛。我知啊，一定系水属性强化。我 feel 到今次有机会会死，我 feel 到今次有机会有只精灵会死。我哋先食药先，唔好讲咁多。我先食个药先，啱啱先话谂住啲战斗冇咩可能会有情况发生，难过。食个药先，加速度对面，先用普通技先。唔系，佢普通水技都打我好痛。呢只蟹唯一缺点嘅地方就系佢速度太低。剩咧32雪人熊，呢只应该普通水技都 OK， 击中一次，效果不怎么样，静电无皮，充满静电，我激惊地喎，转只火龟先，雪人熊应该惊火啦，估佢，去啦火行龟，冰技能呢招好明显。吓，唔系话我火系都结冰，烧低能嘅火技唔可以解冰啊！喂，哇，黐线啊！唔得，精角射出去替身攻击，黐线！佢一嚟结咗冰，我火系喎，老友，唔 make sense 喎！我火系竟然要咩？身体强化毒刺，吸血啦，冇得拣。应该要死嘅精角蛇，唔紧要啦，我哋当替身换咗佢啦，冇办法，顺便捉嗰啲新嘅精灵啦，唯有。我唔明白，我明明火系，但系点知俾佢打到我咁痛，毒刺，冇中毒，唔紧要啦，休息竟然冇晒 SP 啦，吸佢少量嘅血先，两滴系啦，吸佢两滴血，活走，
呢度我哋用水蟹啦，唯有水蟹应该 OK， 加湿皮。我哋用大钳打佢，中命中两下 ，OK， 中到两下就 OK 啦。佢呢个真系完美克制住我只蟹，佢嗰两只后面嗰两只克制住我只蟹。原本我应该火龟打赢，点知结冰。咁样我仲使唔使帮佢咩噶？我使唔使帮佢解冰？好似唔使啊！我见佢好似冇咗个状态。食翻少药先啦，使唔使食多个？唔使啦。要先啦，好拉掣，呢度 D 开咗佢，跟住 H 点样可以开翻佢只门咧？我试一试一样嘢，我呢度拉咗 H 先，跟住咧我就将呢个 H 熄咗佢，得熄咗就入唔到去啦。F 是在哪里的 ?F 在这里右手边。拉了这个 H 先。这个 A 应该不用怎样来的了，这个 A。只是拉 D。只是拉 D 这里又入不到。点样行呢条路？熄咗呢 H 先，哦系啦，熄咗呢 H 之后过去呢度，跟住咪开个 D 可以，系啦，熄咗个 H 先，跟住就可以过去呢边，好，跟住又解另一个谜啦。A 唔知有咩用，一阵间先。呢个 G。跟住睇先，呢度去 G， 可以唔使打喎，英面侧面啊，依家系啦，尽量可以避免啦，因为太多啦，依家实在要打嘅训练家太多咧，我搞唔掂啊，太多啦实在，嗰部机唔通系回血嘅，哇好多药，冇用呢部机，呢个一定要打啦，佢望到实一实。唔会令转头嘅，我哋唯有打啦。哇！第一次见啊，食还是嗰只雀嘅进化，呢只应该系嗰只雀进化。嗯，佢怕唔怕水啊？唔怕水，我用呢个大水技秒杀 ，nice。OK， 就系升呢啦。哇！药水喎、啊，对系喎、啊，冇事嘅，用大水机打佢，只要中到两下就 OK 嘅，一次冇所谓，真系强化。下一弯用水呢招冇咁强嘅招水，因为呢招命中高啲，系啦。95命中真的太低命中了，真的不可信了。33呢震悟提高攻击和防御，这招也有用的，这招不要，震悟这招可能比较有用，加攻加防在未知的情况下都有用的，即是未知对方会用什么，我们加个防御 OK 的，除非知道对方是特攻那就没用了。好，这个过去 I G 要开， G 要开在这里，系啦 ，G 要开翻 ，G 要开翻 ，OK， 跟住呢度落嚟，诶、欸、，F 要开 ，F 啊，呢度咯，我估系嘛，系啦 ，F 开翻，咁就可以过嚟呢度啦。
喂，又有得上喎、啊！究竟到塔顶未咧？我估应该差唔多塔顶啦啩。到啦，应该呢个应该系剧情人员嚟嘅，系啦，剧情人员。你喺度做咩啊？身份证明，好抱歉。收集泰坦精华就嚟到咗一层，提醒你 checkpoint 很方便。咁呢、這个我咪可以直接落去快速旅行系咪？冇喎、啊，哎有 ，nice， 我哋翻翻去回血先啦。我又唔想嘥，我唔想嘥钱食药。好，我哋快速旅行翻翻嚟六楼啦，我哋可以继续啦。药就冇乜点卖嘅，不过就回咗血啦，翻去。光之传送唔知有咩用？诶、欸，到啦嘛呢度，啊，应该要 save 先，不过唔紧要，应该仲有 save 嘅机会嘅。哇，咁阴森，好似魔王 boss 咁样呢度。我唔系上嚟攞啲组件嘅咩？嗯、哇！哦，呢个就系、是、哦，原来是精灵嚟噶，确保你的安全。你会知道风暴驾驭自己的能量。Okay, 有啲古怪呢个反应，呢个神兽之类嘅嘢嚟噶。雷鸣泰坦对战，哇！咁我输得啦，个雷系输硬啦，我呢只。唔惊水个雷，我惊雷喎呢只，四百几血啊，四百几先直接飞钱过去先，睇下打几多，二十一下啫，啲危机个雷击，哇！我哋可以捞 save 啦，各位死咗死咗呢一个嘅水，我哋最强嘅水枪即刻唔使玩啦，各位赢唔到啊嘛，被击倒了，我真系佢有剧情嘅，麻痹啊嘛，受到电击应该麻痹咗。Okay, 我哋學習下点打先呢、這、一个，一阵间翻嚟要打过。纯粹咩精华？状态攻击，哇咩料啊呢个系？充满正点粒子，消耗更多 SP。OK， 即系呢个要靠药打，其实某程度上可以话系。哇！巨石军击，哇！麻痹，其实都有机会赢到嘅，有机会赢到嘅，其实可能冇喎，感觉上好似冇机会，要食药先赢到咯，合算唔算赢咧？我谂我要升一升咧先啦，翻去呢一只太难打，我可能仲要升多只。即系除咗呢两只主翼之外，我仲要升多一只嚟打呢、這、一个呢一、這个嘅泰坦。如果唔系，我完全唔够精灵打呢度，无法逃走。无所谓，我死晒先啦呢度。顺便学习，顺便熟习一下同佢对战嗰个状况。全世界回归野外，咁我人我主角系咪都要回归野外？冇晒精灵要死啦！靠我七滴血，死咗廿五咧打十咧，同埋就算即系点讲咧，佢血量又高，跟攻击又高，我好难打喎，真系唔系讲笑。点样打？呢个困难真系太困难啦！降低命中。有 checkpoint 喺边度 check 咧？未打败了，回归野外啦，回归野外啦。
而家繼續讀檔自動存檔咧，喺呢度啊 ，OK 喎呢個位度。好啦，咁今集 Polomon 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集再去挑戰呢個泰坦啦。我泰坦太勁啦，我兩隻主力完全打唔贏佢，仲有一隻仲要俾佢黑住。啊，火岩龜勉強有技能打啦，但係唔可以話係十足十黑住佢，所以都。比較艱辛啦，依家狀況可能係因為我個難易度係困難嘅原因，所以佢呢一個血量就有啲唔尋常，係啦，唯有係咁啦，唯有當作係咁啦。好啦，各位再見，拜拜。